北艺大的守护神兽奥米加咆哮兽就在我的正前方，好可爱哦！重点不是要来上，怎么会突然钟声响了？葡萄 Annie， 那讲那种很有感觉，然后不能讲两对。影片开始前，先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又是一个风和日丽、晴朗的午后，今天柳丁欧巴来到了关渡，造访这所孕育出许多优秀艺术人才的学校——台北艺术大学。耶、yeah, ，我是柳丁欧巴，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北艺大。哇，我梦寐以求心中的第一志愿北艺大。那今天来这边做什么呢？就是今天我们其实有个任务，就是要来参加我的学妹葡萄 Annie 的毕业公演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，Go！ 由于来的时间有点早，索性就来个北艺大一日游吧。来到了北艺大，怎么能不去找那传说中的北艺大守护神兽呢？找到了！北艺大的守护神兽奥米加咆哮兽就在我的正前方。嗨，奥米加咆哮兽！哎呦，有三只神兽哎，好可爱哦！这是北艺大的守护神兽奥米加咆哮兽。对，那另外一只呢？我不晓得是不是小丽，然后呢，有可能也是奔野，因为呢，你看。我目前看到的有三只，另外一只在这边，对，在吃草。好，我们进去里面，往前面走过去，跟他打个招呼。嗨，你是谁？你是小奥吗？还是小丽？还是奔野呢？好可爱哦！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他们都呈现这种慵懒的睡姿，哇，反过来了，看起来好悠哉。那我们再往前走过来，这一只呢？你看它的脚也非常漂亮。那因为呢，在北艺大我上网看了一下资料，就是说在之前呢，其实是有两只，一只叫小美，一只叫做小丽。然后小美呢，就是因为因病过世了，所以后来呢就来了两只。那一只呢，后来就是取名叫做，大家都叫它小奥。然后后来还有一只呢，就是大家就是把它取名，后来抓周就票选叫做奔野。然后它现在是站起来在散热，其实也一方面在赶苍蝇。跟神兽互动完之后呢，拜拜。旁边好像有一间还蛮厉害的冰淇淋，那我们就去试看看吧，走。哇，冰淇淋卖完了，好吧，没缘分。关渡其实是北投的一个地名，那在这边呢有一个景很漂亮，可以看到整个关渡平原哦，给你们看。噔噔噔噔，哇，整个关渡平原呢，这个关渡平原呢，其实就是呢，由基隆河还有这个淡水河交界，然后就形成一个关渡自然公园的这个地方。然后每一年的冬天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的候鸟会迁徙到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呢，就是如果你想要赏鸟的话呢，关渡自然公园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哦。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要来赏鸟。怎么会突然钟声响了？好，代表呢，我们应该要往下一站出发咯 ，Go！ 随着摆动的钟声，我们继续往北艺大的上方前进吧。看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，真的让人忍不住想要在草地上面转圈圈跟跳跃，真的是太开心咯。我现在来到了一个很酷的系，就是噔噔动画系。我现在会很想念动画系，因为我最近在学动画。好，你看，超可爱的鸟，然后还有猫咪。还有猫头鹰，还有变色龙，真的是一个很酷又很可爱的戏。如果你要从北大搭公车下山，就要搭红三五跟红五五。然后我发现啊，在这边走在路上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学生真的都充满了艺术气息。然后呢，有一些人呢，可能会在旁边发声练习，有没有听到？就是旁边会有那种啊的那个声音，他们可能晚一点要表演。然后现在在开嗓，在我后面的平台上呢，就是有同学很认真的在练他的台词哦，还有发声练习，加油！搞不好你就是下个金马影后哦。现在我后面的就是北艺大的美术学院，哇，我真的超想念的。当年呢、啊，因为就是我就是念一般学制的大学，然后呢就是没有去考所谓的术科，所以就没有缘分可以来到北艺大念书。但是我其实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想念北艺大的美术系，你看。等等，好吧，来这边当个访客也是不错的。
不知道为什么来到北艺大就会很想要一直拍照留念，可能是为了弥补当年没有来报考北艺大的原因吧。这个是北艺大的图书馆，旁边就是官渡美术馆。走过图书馆和美术馆，我们继续往楼梯的方向前进。走着走着，我们就来到了音乐舞蹈戏剧学院的地方啦。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呢，是许多优秀的艺术创作人也走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的旁边，噔噔，这个学院就是戏剧学院。超多杰出校友的，像是金马影后谢盈萱，还有庄凯勋，还有黄建伟、简曼树等等的，都是从北艺大的戏剧学院毕业的哦。那戏剧学院的另外一头对面就是音乐学院，像我的好朋友草莓姐姐就是从音乐学院毕业的，所以真的超多杰出校友的，哈哈哈！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来寻找葡萄 Annie 啦。那她现在刚好有一个空档，所以呢，我就捕捉到了葡萄 Annie。我们现在呢，赶快来欢迎葡萄 Annie。 何爱妮 Annie 目前就读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，在20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 UoTV， 成为葡萄姐姐。Hello。现在是怎样葡萄姐姐上身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你要变回 Annie， 因为待会呢你的角色其实就是要上台表演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为什么要表演？就是今天晚上的表演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高中部的毕业舞展，就是我们要比试。你才高中？对啊。我跟你说他很厉害哦，就是呢我们通常啊，就是哥哥姐在练舞的时候啊，然后老师都会要我们就稍微的暖身，然后结果他一暖身他居然来个下腰，我刚好跟刘静哥哥同一组，他给我来个下腰，然后还来个那个就是脚啊就是岔超开的，一百对劈腿那个，哦没有没有，你没有180度，你起码有270度，已经超过180，很厉害耶。而且能够念到北艺大就是7年制的学生其实都非常厉害，你接下来还要在这个学校待4年。对，还要继续待4年。你的心情是什么？就是一个要看同样的同学跟在一样的学校7年，总共7年。7年呢？可是我觉得你们学校真的好有就是艺术气息哦。你知道我曾经超想要念北艺大的就是美术系。哦，美术系。对，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是考一般的大学的学制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来念北艺大，因为要考术科嘛。对。那现在美术系跟音乐系都很难考。就是都是北艺大是唯一一个就是招生是额满的。没有啊，你们就是第一志愿啊。大家都要，你们就是第一志愿啊。你看看第一志愿，第一志愿的长相就是这样，耶、yeah! yeah! ，真的超强的。这件是我们的班服。我看一下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就是我们无意志，那个无意志流，就是我们的舞名，很漂亮哎、欸。那你等一下那个表演的戏码会是什么？就是你跳的戏码。我等一下是跳第二支，是跳就是都是女生的舞，叫乒乓。嗯哼。还有什么创作理念在里面吗？就是它是比较，就是它比较没有很多技巧，是属于要放感情进去的那种，就是让观众会觉得就是有一种情绪的感觉。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的在后面那个地方，然后小跳一段，因为我跟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没办法录影。对。对，那你就小跳一段吧。我们就是会一开始怎么样？会怎样？一开始会这样走。在地上，然后就要这样。但是这里是水泥，你不用躺，你不用躺。对，就是很深情的这样看着他。对，就是要表情要走，很有感觉，然后不能笑这样。对，这样走进来。哇塞，你看多有态度！你看，这个就是全台湾最高舞蹈最高学府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呈现。可以一秒变回来。真的。好啦，期待你待会的演出咯，因为现在是空档、okay. 所以他有时间可以呢就是让我来捕获一下、嗯、待会呢我们就会在舞台下面呢看他的演出，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帮葡萄 Annie 加油吧，加油加油。然后呢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，为了要庆祝我们的葡萄 Annie 呢顺利的毕业了，我有准备一个礼物要来送给他哦。哈哈哈哈，噔噔，好来，请接受，开箱，是真的要送给你的。哇！来，噔噔噔噔，我哎！哈哈哈哈！今天柳金哥哥问我说，我衣服是什么颜色？你看，我来帮你签名 Annie。然后呢，因为就是我想说你常常会绑马尾，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尾给你。然后衣服呢，应该就是你表演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配色。对啊，颜色，裤子也是灰色的。哎，那你等一下可以拍一张，就是你摆这个 pose 的照片给我吗？好啊，可以。
因为他，因为胡桃英之前有说过很想要得到一幅我画给他的画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今天是个好机会，就是刚好可以庆祝你毕业了。然后呢，就希望说你可以像画中的这位很漂亮的姑娘一样，就是开心的跳舞。然后呢，就是能够每一天呢看到她，就可以告诉自己要做一个快乐的跳舞女孩。哇，谢谢刘定好棒，好感动，是不是很有意境？超喜欢的，真的哈、哦。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在里面。很实用，非常实用。紫色的口罩，噔噔噔噔，防疫还是很重要哦。而且紫色的口罩很难买。对啊，哇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好喜欢这个画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。真的哈、哦，这个画真的超精致的。嗯哼，等一下我会帮你签名的下面。哇耶！再帮你把膜撕掉。耶，拿到柳丁欧巴的签。好，那你就赶快进去准备吧。OK。Dear Annie， 在这边念了三年，还有四年，加油哦，柳丁欧巴。好，我们找到了待会的表演，无意滞留。时间很快到了晚上，准备要开始表演哦。哇，还有来自超贴心也有 TV 的祝福花束哦，祝贺爱你葡萄姐姐，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结业成果发表，演出成功，也有 TV 贺，超漂亮。然后呢，就是他们的老师。滞留座位是19，我们要准备入场喽。节目全长90分钟，中场休息15分钟，准备入场喽。表演的地方是漫飞剧场，准备开始喽。由于表演的过程中无法记录，我们就直接跳到。真的太强大了，让我们欢迎葡萄 Annie。 表演完了，我的天哪、啊、你现在心情是怎样？现在是有种已经剩一场了，已经表演三场，现在是最后一场了。最后一场就是明天嘛、嗯、对不 对？ 对。然后呢，总共这次表演了几场？是表演了，我们从礼拜天开始就每天两场的排排。对对对对对。差不多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总共有15场，哇塞！我真的觉得你超厉害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夫真的是从小练到大的，是吗？对，所以从幼稚园就有在幼绿班那样子动。哈哈哈哈哈！而且你知道，一个舞蹈艺术家的养成真的很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我是很想问你说，你接下来给自己什么样的期许？现在就剩最后一场，老师都说第一最后一场要当第一场来跳，就是要不能松懈，就是还是一样要全力以赴。那跳完之后可以大吃一顿吗？可以。因为我发现一个很厉害的事情，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好瘦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们是在比瘦的吗？没有。那还是练完舞还是会想要吃东西、啊。是因为运动量很大。对，运动量很大。然后也没有刻意的节食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就是没有刻意的。就可能有时候晚上也会吃比较少。我觉得呢，今天真的是看了一个很棒很棒，而且呢，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 Annie。那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呢，就是呢，一定要上去帮 Annie 的 IG 追踪 Annie。然后呢，这边呢也要祝福你，就希望说你在今天过后之后呢，很快的你就要进入大学的生活了。你最后再给自己一个期许，大学的生活。希望大学可以继续的爱跳舞下去，耶、yeah! ！然后继续那么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
所以我下次公演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你后空翻，连后空翻十圈？应该不行。你现在可以后空翻吗？现在不行，我现在可以前空翻，但不能后空翻。那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，就是那个毕业大学的毕业公演，就是前翻，然后连续二十圈。20圈有点后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好，我可以的，我相信我可以的。好，今天真是太开心了。那最后呢，一定要记得呢，要来追踪我们的 Annie， 然后呢，也要记得哦，帮柳丁欧巴的这个影片呢分享，然后呢订阅柳丁欧巴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看完表演喽，怎么会不小心来到这里了呢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同时也希望你可以订阅、追踪、按赞我的每个平台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！后面还有彩蛋哦。哇，真的很厉害！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很喜欢。这个会画很久吗？这要画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很快。很快哦。对，毕竟我是彩蛋。